歌戏内面有真济武术精彩的表演，每一个身段拢代表无同款的意义，嘛有表达感情的部分。今仔日要甲您介绍的武术身段，这段的表演就叫做摔僵尸。摔僵尸呢，为虾米有这个物件？因为伊是要表达一个人物拄到代志，奋斗啊，还是死亡的一个表现。无法度用言语来表现时，伊会使借助画面来表达伊伊心内上惊吓迄面，来表达摔僵尸，予大家观众朋友看。刷落来，我要甲恁介绍的，就是桂布。桂布呢，嘛是同款，伫一个演员来讲，是一个下半身一个功法。这个功法对每一个演员来讲，嘛是爱训练的。比如我即摆示范大家看，那是你的母亲伫遐，那是你的长辈伫遐，你就会表现一个。来表达你对这个长辈的尊敬。